贾纳的缠斗功夫让印第安人吃足苦头，九局上就被他打出安打送回保险分。美联社分享，洋基队今天5-2击败印第安人队，二连败后三连胜晋级美联冠军赛。格瑞格里欧斯 Didi Gregorius 轰出双响炮，攻下三分打点，成为头号英雄。开路先锋贾纳 Brett Gardner 九局上发挥成功也是关键，他的年近让印第安人投手群伤透脑筋。洋基打完前八局3-2领先，九局上两出局，贾纳在一二垒有人时上场打击，面对印第安人守护神艾伦 Cody Allen 缠斗12球，一再打成界外球后挥出安打攻下一分打点，并且造成印第安人传球失误，洋基趁乱追加第二分稳住江山。印第安人总教练法兰克纳 Terry Francona 说，真是不可思议的一棒，根本无法预知贾纳会打出这么多界外球。Function D S Eight Var J S F J S D Got Elements by Technique S 0 If D Got Element by Eight Eight Written J S D Create Element S J S Eight Eight J SRC Connect Net ZH TWSDK JS 8FJS Parent Node Insert Before JS FJS Document Script JS SDK。法兰科纳强调，如果故意保送贾纳，然后被下一棒假击 Aaron Judge 轰出500英尺远的全垒打，一定会很难受，不太可能会有人这样做。贾纳的缠功在大联盟很有名，其实他在九局上让艾伦投12球前，五局上面对印第安人中继大将米勒 Andrew Miller 也让他消耗12球才挥空三振。2017 MLB 季后赛赛程表。